是我们的缘分，我们在这边一直到晚上都不打烊，随便打嗨。Let's get down, get down, down to that sound. Let's get down, get down, down to that sound. Let's get down.而已嘛，要缓和一点的音乐。我们现在慢慢身体热了以后，就要开始动起来。Yeah!
希望到场的朋友能沾沾我们的喜气福气，来！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让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哦！谢谢！来来来来来，来帮我们发一下哦！来，我们也有，我们也有，太感动了，要有啊！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好棒啊！所以要给满满的祝福啊，各位！对，然后再送一首歌给大家。今天的大主角孙焕志市长 ，Lucky Seven，Lucky Seven， 哇哇哇哇哇，市长市长，市长专属的麦克风，来来来来来，市长请。哇，今天真的很高兴。是是是，这个虽然这个下着也不算小的雨了哈，蛮大的。对， yeah. 但是这个还有这么多西中的。和平友始终的粉丝来，是还有从日本来的朋友，对，还有日本来的，我们要不要对这些贵客表示最大的敬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风雨故人来，哇，这个是坚贞的，完全坚贞的友情，大家的热情。是，那这个当然也很感谢了哈。这个阿寇的女儿正好是满月。哇，真是幸运！今天也是美国的感恩节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Thanksgiving， 哎 ，Thanksgiving， 好、哦 yeah. 感恩节。美国的感恩节是代表美国移民，那么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感恩呢、啊？哦，是这样。所以其实它是代表的美国这个移民社会。是。不过台湾呢，不太懂历史。对。其实台湾最早来。是平埔族啦、啊，对。那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啊，说这个台湾的平埔族是原住民，所以今年有一个很重大的释宪案啊。那么当时推动这个释宪案的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我。我在台南当这个阿基亚干起来嘞，不一样啊。那坦白讲，我这一次参选呢，是有一点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我会参选，都认为啊靠可怜啊，这个出来的骂咖哦，温戏耶，大家都以为你要过退休生活。对，然后这个我太太说啊，你如果参选，我就回家了，我就回台南了。那可是我非常感谢，今天我太太也来到现场哦，夫人，对，搞完太太，那个郭春华老师，哎，夫人，他还是这个很辛苦的陪我这个。打完这场选战齁。是。那坦白讲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参选呢、啊、有一些很大的心情。我第一次参选立法委员的时候是台南县最高票 ,15,000+票。然后当时我的对手之一是朱立伦的岳父叫高玉仁。当时他们说高玉仁大概是会拿150,000票。然后结果呢，诶，选举一结束之后，我最高票105,000票，高玉仁剩下70,000多。你知道这个1992年我参选立委最主要的政策是什么？就是老人年金啊，就是讲你我拢会老啊，吃老免怎，少年纳税金，吃老领年金。所以我当时年轻的时候，是我回到乡下，那么帮这些老人、帮这些长辈争取他们的福利，那么心里面都有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这样的心情，哦，那可是这一次参选呢，正好相反。以前像是啊为农民啊为老人奋斗，可是这一次参选的时候，看到说，我那天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我们百吉哥
也买不起房子嘞。百吉哥是不是这样啊？哎、欸，百吉哥当百吉兄啊，啊当阿公了。当阿公了。我这个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电音教父买不起房子啊！你看这个多惨的件事。百吉哥是不是这样？我看到这个新闻，他在美国，哎、对，房子在美国是，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台湾现在年轻人，包括我们刘明德刘教授呢，买不起房子，很多年轻人都买不起，对，买不起房子，所以就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年轻人非常困难的地方。对，然后大楼一直盖一直盖，对，你看我们旁边这个杜更的都这个都是一两百万，两百多万呢。所以整个台湾现在年轻人一般人是非常困难生存，年轻人不敢结婚啊，不敢生小孩，所以年轻人他大学毕业后就要背房贷，对，出社会就要背车贷，然后学贷那些都要背。所以其实我本来卸任之后啊，回来台北，我本来是想说啊，帮民进党把这种年轻人这个困境啊，这个困境没有解决，台湾年轻人没有前途，台湾哪有什么前途？这真的是这样啊！就大家都在学怎么分赃啊！对对对，所以这个阿寇今天这个能过这个音乐，谢音乐那么诞生，那么其实是一个很高兴哇！真的有年轻人敢生，而且其实真的音乐就是要在生活中舒缓的压力。对对，那所以呢，这一次的我们参选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青年的居住争议了。然后呢，让年轻人，譬如说生完小孩，那个养小孩的负担也不用太大的负担。好、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闲置很多闲置教室、闲置空间，都变成一个社区化的公共保姆中心啊，公共的托婴中心，可以降低年轻人一个月至少一万块的负担呢。好、哦，那台北你看这个都更都是一都更都是一两百万，所以我们要推动台北市十二区的非营利都更。非盈利的公办都更、啊、政府带头出来办都更，然后呢，政府投资的成本收回之后呢，主要就是做社会住宅，给年轻人便宜的租金可以继续居住，这些都很创新、啊、所以我要讲这些说，我们这一次参选是为了下一代参选，是为了下一代，那么才投入这场选战的、啊。其实我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从事民主运动。好、哦，我当了三届立委，当了两届的县长，就个人的这个从政来讲，其实算有一定的成就。哦，我知道你这一生中，你这一生都献给政治了。对对。但是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这样的努力了一辈子，那对年轻人对得起吗？对这一代的年轻人对得起吗？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境。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你的你这派酸屌，你变那跟人算，其实不了解说我们是抱着。怎么样子来解决台湾年轻世代这个困境，才跳出来投入这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的选战。哦，好，这个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选战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跟阿寇认识啦，我觉得社会对你有很多误解。社会对我，对，有些误解，但是真的没有误解就好了。对，但是真的，我跟你认识，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爱家的暖男，真的。我不是渣男，我是暖男，真的是暖男，真的是暖男。好，那所以我们在想说，有更多有新的年轻人，那么我们就是要帮助年轻人，那么将来能够继续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公共事务。现在年轻人要在台北选议员多困难，很困难。党内初选就一千万以上了。这一次的选举啊，其实超冷清的，因为年轻人都不想要参与政治了，他们都对政党超级厌恶，都被骗了八年了，被骗了好几轮了，对对，骗了一轮又一轮，对，大家都醒了，然后大家就躺平了，就躺平了、啊哦，对，就这个、啊、台湾这个社会的困境了、啊、哈，所以呢，除了这个解决这个居住正义，其实怎么样子把台湾的这个。低薪的状态改善，那我们的电影产业，你看韩国做得到，台湾做不到吗？台湾政府就是不砸钱啊，对，韩国政府是全力投资、啊，对，所以呢，我们相信各位可能跟我一样，大家相信不相信，台湾的电影也是有机会跟韩国拼的，对不对？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啊，魏德胜导演啊，
对啊，我们主持人也是这个音乐界的，对，这个帅哥呢，啊，我们的发言人雅云呢，啊，也是这个中天的主持人呢。你看呢，俊男美女哈。那么，其实台湾如果政府愿意带头投资啊，那么台北市政府最有条件投资了。台北市政府如果四年投资1000亿在影视，还有这个新创产业，那么一定可以带动，包括那么中央政府一定会投资2000亿，民间再投资呢就6000亿了，不得了。都可以啊，那个你看防疫都8400亿了，哎，对，防疫8400亿啊，对不对？防疫8400亿搞到现在，搞到注疫苗，那么死亡的没有赔，那个都赔到，真的，注疫苗死亡没有赔，要赔要解剖，你看这个8400亿嘞，那么。我们在座也有好朋友林文义啦，我一样大概怕这个哦。我们掌声鼓励。这个林文义是我们这个国内可以说是杰出的文学家、作家，对，而且他是参与民主运动啊，对整个台湾这块土地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情哈。那台湾的这个怎么样子把这个低薪困境解除？还有，我们不要讲太久，我们晚一点再讲。好，我们先要听宋音乐表演给大家。非常感谢，今天真的很高兴哈。那我们这个最后一天，明天就要投票了。对，所以呢，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投给苏焕智代表什么意义？代表什么意义？投给苏焕智呢，是代表那么我们的民主的香火传承，回到清廉勤政爱乡土，对不对？对，回到民主的初心哦。然后呢？我是在你身上看到是个初心。对，投给苏焕智代表了什么？是改革力量的壮大，对不对？对，人民的心声就要求改革，重视人民，把人民的生活照顾好，这才是人民最重要的目的，对不对？对。谢谢，感谢大家，在这个风雨故人来，大家共同来收听。感谢大家，谢谢，高兴就是下着雨哈。也许今天晚上有人发动了几万人的大聚集，用游览车全省大聚集。我看已经买阿嘎阿姆哥哥了哈，然后可能花很多钱。今天上午我居然看到我认识的紫风车那个，居然动用那个大型的游行，你台北市谁来谁往哦，民进党下面行今嘛占领有钱。30年前的时候，我跟苏焕智，我们很年轻。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刚才有人问我说，我怎么觉得你很熟？你是不是15年前红三军的时候，就在虞美人跟的节目上面，跟郑弘仪的节目说，你永远不要再上电视了？就是我，我就是林文义阿弟呀，哈。哇哦，那其实我一辈子都在媒体做事哦。我学校一毕业，我就进入报社，而且我18岁的时候开始写东西。我相信咱在座一寡前辈朋友哈，你年轻的时候一直看九歌出版社，一直看到现在联合文学印科，你都会看到一个作者叫林文义。林文义这个名讲到写，我有一本阮查某囝替我去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有400个林文义，包括诈骗集团的主宰，包括强暴案，包括陪邓点的迄落啊，包括卖鹅肉的阿姨啊迄落。但是文学作家只有我一个，就是我林文义。我一辈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包括我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报纸叫《智利晚报》，大家有没有印象？《智利晚报》是一个非常好的台湾人的报纸，在台南，台南人最团结，而且台南人很多都是北漂到台北来。我们的苏焕智县长，当过2年市长的苏焕智，大家跟他拍拍手。他就是北漂的，哎，都叫他读书的啦，都读呆呆啦，吼。但是我恨台大，为什么？因为我太太也是台大，我太太就是写《戏闷人生》哈，李天禄回忆录，那个曾玉文哈，珠宝设计师，啊，伊写过一条歌，跟陈明章老师做一条歌，叫做《幸福进行曲》，有没有？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就用这个曲子哈，我今晚唱一段，大家听好不好？啊。因为刚才听到的都是年轻人那个哦，他们实在是很厉害。罗百吉哦，30年前就是我的偶像哦。你知道我第一媒体的时候，哦，我女记者讲到伊的时候哦，大家拢每个游戏啊，来，老师。
老先生就有人听，因为下个月我就70岁了，哈。谢谢，哈、哦，我跟你讲啦，台湾有那种民进党，哈、哦，给咱台湾毁灭到安尼哦，生日无什么意思啦，对，哈、哦。明仔台北，哈、哦，那算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的时阵，哈、哦，就会向他们的那个驻都局的那一个司长，哈、哦，虽然哦，一讲的哦，就会过分哦，但是也蛮有道理的。那个台北的高楼这么高，哈、哦。你要在台北人会很忧郁，你老婆穿苏万字，你们会很忧郁。我告诉你们，哎、欸，明天真的有很多人都准备去安乐跳楼啊，安乐哦，对哦，阿弥陀佛。我跟你讲哈，我们那时候很多北漂的朋友，我相信在座很多的朋友，你们都很会念书，敢从南部、中部到台北来考第一流的大学，台大，台大今天有许为了像苏万字赶快这么好的那个。但是咱嘛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休假，就是蔡英文呐、啊。蔡英文不是坏人，蔡英文我其实觉得有些康康啊，哎，康康，哎，人细汉的时阵，恁到有钱休假，是咧饲猫、饲狗，人伊是饲孔雀，你知道吗？好 ，OK， 好，不要理他，好，我们跟他祝福，好，祝福他正功康泰，嘿。然后呢，很多北漂的人。他们从南部过来，其实台北市的人口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南部上来。刚为南部来台北，台北的时阵，然后底下安身立业。苏万字律师在这边30年，我曾经在1995年的时候到1998年，哎，我很荣幸也很不幸，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就是小说家李昂。李昂是谁？大家知道吗？就是写《杀夫》那一个李昂啦，你也惊未哦？他那时候就叫我。去帮助一个人，我去帮助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那时候最红的施明德主席。我在立法院当了他4年的办公室主任。那时候呢，我常常下班的时候会很晚才走。我跟你说，在立法院的那个二馆里面，最晚关电灯的是谁？是苏汉智委员，永远要被高调呢，对不对？哈、哦，所以对不起那个苏太太，你要原谅他哈，应当太怕平安啊，你哈。以及我们刚刚邓姐哈，好谢谢哈。那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时候有一次他当选那个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站过台，我忘了。他忽然不知道哪一个我的同学也是在台南当校长，忽然跟我讲说：“阿姨呀，阿丽卡上哦，你是念艺术的，听说你有一段日子也在唱歌，对。然后有一首歌，哎，我们在座的好朋友听听看好不好？你有没有听过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说这一首歌是不能唱的啊。我不知道那个年轻的朋友有没有听爸爸会偷偷唱这一首歌啊？阿公，那在海外留学，你们要唱这样的一首歌，一段就好啊。罗百吉，你在妹妹演那个 rock 就这条歌，我们听不哈、啊？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这一条，也代表我们台北。我们台北不要永远黄昏。选不错人的时候，算不丢人的时候，环境会变成黑暗，哦，暗潮做个裸火。我们希望台北是黎明。这首歌是这样唱的：丢丢我，丢丢我，黄昏的歌谣不是在叫我，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倒鸟，孤单人来到异乡，有时也会念家乡，今日有时来望着你。哦，亲像在叫我的，谢谢。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苏万字跟很多南部来的朋友，我们也看到陈水扁当时是那么优秀的立法员，做总统了，有一块人哦，真的是不适合在那边啦。你应该登一般嘴气，你就一般嘴气啦，啊，自我膨胀啊，对啊，哦啊，有诶是迄款诶，一个敢若明星诶，爱阿公啊，是迄款迄落诶，款诶诶，不要讲老总统。不过我们不要随便骂老总统。像有一个人，他
年轻的时候就写东西批评老总统，现在得到报应。这个人叫林维益，为什么？我明天没有办法投票，因为我已经搬到桃园去一年半了。哈、哦，我跟你讲哦，我都在桃园南崁一条街叫什么路？你这边莫甲笑，你这路马上叫警察先生甲你抓去边啊！嘿，讲你妨碍公共秩序，我那条路叫奉化路，浙江奉化。我们伟大的蒋公就是浙江奉化，你把这个叫报应。那无论如何哈，咱今仔伊咱两面各位听哦，对啊，我听到罗百吉该一块的时阵，该一块呢唱的歌，我看看，哎，年轻人的世界真的是很棒哎，我祝福年轻人，你一定要听我这个这边安尼这个老阿伯的讲，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为什么？我们当年从党外带民进党，我们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将来，我们以为台湾会天光哈。民进党话题跟迄两字就是我念出来，天渐渐光，雨慢慢的散，有没有那一首歌哈？那个很多那个都是我写的啊，所以闻起来对不起你，我们没有把台湾做得很好，不要再相信我们这些大人，我们这些大人有时候都会说谎，那么优秀的人全部都说谎，你爱读呆呆拢足牛的，啊叫我呆呆去做总统拢做个哩哩啦啦，你有感觉？啊、不过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很棒的台湾人，所以不论怎样，你明天一定要坚决的投入一票，这代表你单独的人格，代表你也关心。我们不会做圣党，不会再相信党，你要相信那个党哦，把它分开哦。上面是上，下面是欧，动就是熊欧，你知道吗？最黑哈、哦，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不是坚定决心？我们投票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投票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将来，我们大家支持，明天投票支持苏焕智，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林伟哥，谢谢，胡言乱语啊，谢谢。那林教授是这个大安区文山区的市议员候选人，23号，他会请妈祖生一下。对。那这个林教授是阳明大学，交大阳明大学的牙医。系牙研究所的教授齁、哦。那他这一次很难得，因为这个波一齁、哦、波一就是波兰的这个毕业的这个牙医师呢，那么占领这个侵占了整个台湾啊牙医师的这个实习的机会啦，不公平啦齁、哦。那这个林教授站出来帮他的学生讲话齁、哦、没有被摸头。没有，没有被陈时中摸头，绝对不会。那这个，所以这一次呢，他不只是站出来帮学生讲话，那也站出来呢，这个要替这个台北市民讲话哦。那这个，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23号的林彦敏林教授哈、哦，大家给他热烈掌声，鼓掌一下，鼓励他。谢谢。好了，那我们就请林教授来讲话哈。好。因为时间很晚，我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哈。我们选一个市长候选人，选的是要是一个善良和一个正直的候选人哈。我想我们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苏焕智哈，我们的苏市长哈，大家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哎，让我们不要痛的，我们的市人耶！谢谢我们的苏市长哈。那其实我们这一代出来哈，我都已经是中年大叔了哈。我们这一代出来，其实站出来是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我们的年轻人哦。我这一次出来选举。有很多我们的工作团队的成员在这边，我在这边哈，我其实哇，我在这边哈，我先谢谢各位哈，我们跟我们的苏焕智县长哈一起来奋斗到现在，我先谢谢各位，好，各位见，好，谢谢大卫在台湾的良善、台湾的正义的感受来奋斗，那我也要谢谢我们这边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哈，我这一次哈发现台湾的年轻人实在是太棒了哈，不止奋斗哦，不止很努力。很勇敢，很坚强，但是我们现在社会没有给我们年轻人一个出头的机会。我们房价呢，年轻人买不起。我们养小孩，我们这小孩，年轻人生不起小孩，养不起小孩。我们这样子的社会绝对需要改变。但我们当年跟我们20年、30年前实在是差太多了。我们希望我们选出一个适合的市议员，我们选出适合的市长，改变这个现状，好不好？让我们年轻人看得到未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掌声鼓励。等一下，我们这次欢迎这个谢和石阿副总统。
耶耶耶耶！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送礼物了，送什么礼物呢？雅音公告诉大家，接下来送什么礼物？哎，别人选举的时候是送好彩头，哎，我们是送大麻抱枕。耶、这个叫大麻抱枕。对，而且这个是我女儿刚生出来的时候放在她旁边的大麻抱枕。哦，送给你的大麻抱枕。好，还有这一盒，这个是送她走的，请现场的其他同学不要担心。坦白讲，这个这一次这个谢伟检的参选事宜有一个是有一个任务啦，然后那他说要推这个大麻合法化，是那我是建议说的，我们的经验吼、告诉我们说，如果推动医疗大麻合法化，应该社会会支持，是这个应该先推动，而且、这个医疗大麻合法化呢，可以帮助非常多人吼、像很多。现在失眠的人很多，晚上睡不着的很多，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忧郁症的也很多，好，癫痫的也很多。癫痫，对。那我知道这个忧郁症哦，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思觉失调症的，在早期比较轻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个也是蛮有效的哦。所以呢，这个推动医疗大麻合法化，我非常的支持，感谢。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今天这个选前之夜可以宣告台湾推动医疗大麻合法化变成一个运动，变成一个运动，然后呢，让更多人那么不必因为没有这个大麻医疗合法化啊、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大麻很像什么中草药，它就是天然的植物，其实它就是中草药的一种啦。那我们知道这个中草药在台湾很有传统，那其实大家忽略掉大麻这个植物也是一个有非常多样的功能的齁、那我想这个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支持这个医疗合法化，世界都支持啦齁、真的很谢谢你这个阿伯敢推动敢站出来说，真的很谢谢你。对，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是一个运动的先试。那现在就政府管制太多了，政府管制太多导致我们医疗产业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爸爸不是姓柯啦，那些被抓的人的爸爸不是姓柯。好、姓柯。好、姓柯我知道是哪一个哪一个姓柯。好，这个谢谢我们这个推动医疗大麻合法化，希望变成台湾那么能够被大家接受的一个新的松绑，那么让我们的医疗法规呢能够更务实，帮助更多人度过他的疾病啊，度过他的这个身体或是生活的各种压力、各种困境，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身体上的各项疾病。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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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谢谢，谢谢。好，那么我们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林延敏教授，大家鼓掌起来，他提出了。那个行的安全，他提出的台北市的行的安全，谢谢哈，非常值得参考。大家欢迎去 Facebook 搜寻摇滚教授，摇滚教授粉丝团哈，我们看到很多完整的证件。好，也谢谢大家，我是大安文山23号无党自由，谢谢摇滚教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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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这是我们的竞选主题曲，大碗的光。青春不安的社会，我这一世人却爱滚。想着世界乱纷纷，自以为是心会疲惫，把秋冬换我卡车，我不想他会出社会。当心态拢变化，压力会太舒压，这是中华民族，就把胜利拢会开下。大家兄弟拢当家，千万用心看台湾，看我吃啊喝，看我穿子啊，你啊你看我听啊你看，轻轻飘台湾的歌，青春换台湾的声，台北是啥人的感情先来听啊，轻轻飘台湾的歌，换的是台湾的歌，你是啊。永远是台湾人。青春的一夜的土地，
这些不容易进退，不是来的民主来向你弄鬼，想做这些被惭愧，从不让我被疲惫，我小心却绝水，将海水摧毁，爱情太容易破坏，让你为爱输呀，这是痛的勇敢，我用想你我的太傻，爱情已经把它将用心爱带完，我心花痴，我管你在我的爱看看带完的花，去吃完带完的虾，到底是谁人会等你心来听啊，唱一条台湾的歌，唱着是台湾囡仔，一世人，永远是台湾人。我走下去，大家来掌声。谢谢今天大家陪我们在雨中淋雨、雨中听歌、雨中表演，谢谢大家辛苦了。是不是？对啊，这首歌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有社会的关怀批判哦。所以阿寇的歌是自己创作，歌词歌曲都自己创作哈，太厉害了。对，谢谢。台语真好讲嘞，台语，台语，台语爱创作，恭维，开杠。好，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剩下多少时间？所以大家可能要唱一波，听你唱，还有五分钟，可能你要先唱。再唱一首吗？你再唱，你再说一些话。对，最后的。真的非常感谢哈，这么难得这个风雨之夜，这个下雨之夜哈，那大家这么多好朋友能够继续留在这边，那么在风雨故人来了哈，然后大家为了整个守护台湾的民主初心的哈，希望呢能够回归到。这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爱人民的初衷，好、哦，那希望呢，我们的民主成果是回馈到每一个人民的身上，把台湾的困境、人民的困境，彻底的能够解决。那特别是现在年轻人看不到年轻人的未来，哦、对啊，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些，其实年轻人的心中都没有的。但是你的心中还有，所以我蛮感动的。是，所以我们很高兴这一次呢，能够有阿寇，还有更多的阿寇的一些朋友，这些年轻人，那么大家共同来参与。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的民主老朋友啦，哦，像这个明雄兄，这个都是民主的老朋友。那么这个民主的初心呢，还在这些老朋友的身上。好、哦，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台湾。能够民主深化，能够这个再一次的推动二次民主运动，那我们呼唤大家呢不要放弃这个民主的初心，那这样子台湾才能够继续强大，好、哦，谢谢，才能够保护台湾，才能够真正保护台湾的，就是台湾的民主初心才是真正保护台湾的，有民主才能够保护台湾，对不对？那最后我再送一首台语歌送给大家。那趁这首歌的时间，你跟在场每一位朋友去握手致意一下，好不好 ？OK， 好，来。
有人靠方向，哎，有人靠方向。有人有人，那就来重会，说起那年的宿醉，红糖啊，白忘天，红不言，莫言。连盘树都是叶，把这个敲进体内，无力的看着烟花。你带个盘子不等啊？对。然后有三 D 删掉一个耳朵的。哎呦！谢谢，谢谢。那最后，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安排来大山，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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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大家，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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